恭你前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坤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请坐下。咱大家辛苦吼，啊！恁即摆等咱前面落来，咱开班啊咧。啊，现在个个看到一个真好个现象啊，就是在咱班大个当中，咱有不老为前贤，拢手抱合同啊，都无简单啊，然后遮敢中意啊，咱条条准啊。啊，恁即摆咱就等下咱前面。咱将门送到来，恁来参加。请起，兴义育儿盛产。108年4月份，青藏教育班班开始，向无极老母前三鞠躬礼，前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坤到一鞠躬，再鞠躬。三鞠躬，求前人慈悲。求前人慈悲，前到一鞠躬，坤到一鞠躬，前人好，前人好，请坐下。顾先生。各位金老师，各位同修结缘，大家早安。早安，早安。啊，今天的个太极术，大家当作为学习，作为结缘，真正是上天赐的，老母娘奉祖，师祖师母，老祖师师祖师母代表，以及。咱各位同修善缘，根基祖德都非常的深厚，所以今仔日咱才会当大家共同伫遮做一番的学习。当然，讲学习是人生，人讲学到老，食到老，学到老，活到老，学到老。他拄仔会看，哦，足侪，甲我差不多八十岁，甚至佫较侪嘛，足侪吼。即可喜可贺，因为还佫会当出来，大家有即个好学之心，还要大家来做研究即个道学，确实实在是伊个根基、伊个地位，以及着伊个祖德、伊个因缘。拢真好，
所以因此呢，这是咱各位大家下当出来的学习、出来研究的福分。哦，假使讲只呐，足侪少年人伫病医遐，哦，少年迄个病医遐，佮是拢老的啦，唔是啦，吼、哦，原来拢有少年的咧。啊，伫遐遐，佮互你讲，我想要来研究，嘛无可能啦，啊，对无？咱遐下当有这个机会，这真正是咱的福分。所以今日呢，咱大家爱知影讲，上天老母娘伫这个六万多年来，降下这个胜利真幻来普度众生，在这个佛号一中的时阵，予咱大家有机会会当得到，啊，会当来修学道，甚至修学道要哪，就是要来普度众生。嘛，要来度家己，也嘛要来度别人。所以今仔日，咱为甚物在去学，就是要学来度家己，也嘛度别人。就像咱去咧学开车啦吼，各位咱即阵大家拢会开车对无？未开车可能作少啦吼，啊，可是吼，不会开车子的很少啦，啊，大部分都会开车子啦吼。啊！咱若假使讲咱袂晓开车，啊，要来听道理，咱就讲：哎呦，拜托哦，今年就来度我嘞哦，对无？咱就从度来，咱来到娱乐性来学道理。啊！咱若家己会开车，咱会当度家己，啊，佫会当度啥人？度别人。啊，会当度别人，这是咱的福报嘞啊！所以咱若有机会，得再有前缘同修，咱拢会足欢喜嘞。唔能讲好，我这条车啊，着了油，啊着油维修，啊着了，啊着了哪货？安尼我会好，会好袂好？会当用钱来换公道，到这袂好。迄用钱呐，十块啊，换来换，换一百块，计搭个公道，你要换无？袂无？袂啊！哦，换公道，公道永远的是开袂袂呢？所以今日咱大家伫遮要学习，要学习啥？啊，今日听过是讲《道德经》典啦吼，啊，甲《菩提心会》啦，吼，敢是安尼两种嘛吼？啊，佛法菩萨都了解啦，实在是足歹势，因为老人啦，年纪济，啊，讲了了袂袂记啦哈。啊，所以因此，伫这个咱要学《道德经》，顾名思义，甚物叫做道德？德就是内心的功夫，德就是外行的功夫，简单安尼尔啦。安尼就是道德啦，有德无德，有德无德，迄个呢，必先果当，我好就好，别人怎么样我不管，我好就好，别人无脱离生死，跟我无关系。有德无德，一若有德无德，哎嘛无好，拢欠一项。所以道德两字就是咱两字通，下当的一前一后，一个道，一个德，一个道，一个德，道德，道德。所以过去世尊甲咱讲，咱下当的，今仔日得到人生，啊，来得闻大道，咱就是两脚顺两脚啦，哈，内心外行拢会当平衡，道德拢会当兼修。所以今仔日咱大家要研究《道德经》，顾名思义，过去圣人所讲的这个道德，实在是有当时啊讲到，互咱听到有啥啥，什么有无之，无是有之本，啊有是无之末法，啊即款讲到互咱听到拢总戆的，啊这到底是咧讲啥？其实无甲有，归两字无甲有，安尼尔。无就是万不知无嘛，有就是万不知事，啊，就安尼尔。哦，因为无就是万不知无，咱所有一切拢对无生现化，所以因此呢，道德，你要甲研究八十一种研究未了。哦，若去讲到含迄内底内容吼，实在是人讲一目无解啦吼。啊，佛学上，比如，迄是佛学啦，哈，
火客都落盾吼，啊，所以因此呢，那看到经典落安尼，目睭就跳了吼。那咧别别困起来看经典，先来困是吧吼？啊，看了呢都有啊啦哈。啊，所以看经典是要看啥呢？就亲像讲黄河的水啦吼，黄河的水有济无？有啦吼。啊，一只石狮啊，石狮啊，你唔知捌无？那这头宝贝就知影，石狮啊，就是讲，迄鸟鼠啊，像牛头尾遮大只尔啦，这么小啦吼，要伊捉喙大啦，捉喙大，哦，啊，就走去黄河要食水啦吼。啊，去黄河要食水，就看到黄河的水遐济，我到底怎食？遮济啊，食会了啦？哦，诶，迄只石狮啊，遐水食会了未啊？未啦吼。所以重点来讲，只有他需要的，你就不多了啦。啊、哦，不需要的嘛，就爱留起啦吼。所以咱今日看经书、看经典、看哪会，其实过去若无得到这个胜利军团，咱大家经典嘛看无，唔知咧讲啥啦。唔过咱今日大家得到这个书信，会我搞胜利的心愿，实在是书信，真正有影。互恁真正会当呢，明白道的意义，甲知影道的本体，道体得用咱拢做会到，内心外王兼修拢做会到，真正是来买学道的目的。那么今日咱大家来研究来学习，毋是讲听听咧，啊我捌，当然自己明白这是好。但是爱会当照亮别人，亲像这电破法啦吼，这电破法啦，干呐光伊家己，光伊家己啦，啊，啊，着咱拢用迄电破本来就是光嘛吼，啊，咱用迄乌纸甲包起来，伊内底有光无？有啦，足光，更加拢发烧，但是外口无人讲伊光明啦，哦。外口无人讲的公平，因为伊都无照顾别人嘛。哦，那么咱今日嘛，实际上道理学习是爱照亮别人，阿嘛照亮家己。上面会当互咱明心见性，上面互咱当修意，哦，修咱家己，要来度化众生。哦，啊，有人干呐会晓明白家己好，都有够好。啊好，到底咧好，啊都无迄个光，拢无去照着别人遐去，人别人讲无光啦，哦，无光，就是呐，因为咱无把这个电流露出来，所以其实讲起来，要学道德经，就是要会当真正，互咱的自性解脱，无大紧的，搁会当记哩就是记得大事，所以嘛是爱度人。所以都是家己的事，就是你甲我的事。所以是着边仔两个人的吼，相听的就是有对待、有对立啊。你甲我的代志啊，我甲大家的代志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因为咱既然甲有你甲我的代志，甲你甲别人的代志拢交咱有关系啦，那么咱今日呢，咱今日袂使干呐讲我好就好了。所以今日咱学道目的，学道目的就是要创啥？就是要会当真正代天宣化，要会当来替天行道，真正要会当来鼓励咱兄弟姊妹多修，大家来赶紧拍拼度人救人。今日天使的应允，耶稣的来临，咱大家应该都看到，哦，这个天气的变化。俗济啦吼，像新闻讲，阿哥，咱上去，我上台看电视，咱就讲阿里山，还是即个对讲，阿哥落冰炮啦吼，四月啊，你吼，阿哥落冰炮的吼，啊，所以伫即块经营，即拢是一款天地的即个真正不正常的变化。那么当然，咱大家应该会知影，在即个时阵，上天落雨。大劫大难的来临，那仗着这过去唔敢想到必报正义之恩来普渡，互咱大家当得到。那么，互咱大家得到，就是要互咱会当呢，照着咱
度咱家己，都会当度别人，唔通干那度我家己就好个啦吼。啊，所以佛法师安尼讲个啦，度咱家己就好，安尼许咱就是罗汉嘛，罗汉个啦，无人要拜你啦。所以哦，人讲十八罗汉两边拜吼，十八罗汉拢会拜一边，右边个啦，无伫正边啦哈。哦，你若去就看卖着。哦，啊，十八罗汉伊嘛有心个。啊！但是心为着干呐，我独善其身就好啊。我是我家己就好，我替我别人安怎？迄不能爱办，所以拢天气现有变变。哦，所以因为安尼咧，咱大家爱知影讲，平安节，咱为甚物来喝？就是讲喝无止境，食到老，活到老，食到死，活到死。哦，啊，所以过去圣人拢甲咱讲，一定爱喝，别无善，别无善。过去圣人留下是经书，是特别好的书写。但是呢，我教圣人原一滴，也不原一滴，一滴啦。哦，啊，咱若这个一号的头吼，啊，一号化万，一本上万书嘛吼，一号地万，一万个规日，安尼念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今日学这个一，就是要让一会当地万。一法必万法，哦，安尼啦吼。啊，即个万法是要用哪？是要伫即个世间、即个社会，要来度化众生去用的啦。但是到最后嘛是爱归依。所以五教圣人，伊的终极目标，拢到尾啊一。所以道教的真正心法，桃源修炼；佛教的真正心法，万法归依。儒家的心法集中观念，天主教的心法密道心念，佛教的心法清净观念，到尾啊拢归一。所以咱今日学到最后，就是要归一，安尼尔。所以伫这个当中，咱今日呢有足济咱的前辈者同修，哦啊有讲师，特别教咱大家。做经典上的研究啦吼，啊，所以今日这个经典上的研究啊，有咱的严冰进老师，啊，有郑海义讲师，啊，有陈永宏讲师，哦，啊，安尼啦吼，哦，啊，所以因此呢，咱今日爱知影这个经典要来给咱研究的，真正要下当呢。要咱真正伫迄个经典内底，要去深入到迄个心性这个物件，这是重要。若无开悟，无开悟，真正我着深入到这个心性。所以因此，圣人甲咱讲，啊，道德经甲咱讲，修心养性；啊，佛教甲咱讲，用心建性。这个啊，儒教讲修心养性，啊，基督教、天主教讲啊，舍心以性，这个佛教讲定心定性，到最后就是归于心和性，但是心性两字嘛吼，心和性，其实心嘛是性，啊性嘛是心，哦，其实。心是性是本体，心是咱性的作用，安尼尔啦。性是咱的本体，啊，心是咱身躯要运用的物件，这个功夫。其实今日咱大家有心要来到这个圣人学心，有心嘛，啊，有心是心的本体，哪会让可能来？因为有性的本体，可能大家知影讲，我今日定的是心力真传。我决定的就是道，所以我要来学习，安尼尔啦吼。所以啊，学就是太多话讲，学就是要用，就是自家来度化众生。所以尤其呢，啊，希望咱大家在这个修学道的当中，多多加油发挥，咱每一位同修的这个功用，哦，会当呢了咱的愿，尽咱的职责，甚至咱的九天七祖。嘛，参军哦，
所以今仔日呢，阿佛阿弥陀佛，啊，祝咱大家学习这个道德经，会当大家学得足欢喜，啊，大家会当真正开悟，啊，会当开悟拢开悟啊啦吼，搁较开悟安尼尔，啊，无咱临书一记就着开悟啊啦，哦，啊，但是开悟归开悟咧吼，啊，着唔捌嘛是啊，搁未晓啦吼，啊，所以学就是要予咱在开悟了后边怎？遵照这个规矩，遵照这个道理，遵照这个行为，阿弥陀佛来真正做的好事，哦，啊，所以予阿祝咱大家啊，这个学习圆满，大家发起充满，感谢公，谢谢。恭喜！感谢前人慈悲，前道一功，坤道一功，我们再次以掌声感谢前人慈悲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邀请我们圆顶团师来跟我们讲述《道德经》第九章。